全网那些好玩的灵魂提取器。你用这个东西吗？没有。灵魂提取器，给你提取一下。哎，啥感觉？特别酸爽。我要求长喜。那哎呀，忙着那些。不是，我给你准备个惊喜，你要感觉好你就长，你要感觉不好以后我不提了。我干啥？你把眼睛先闭上，眼睛闭上啊，准备好啊。京城小伙不请自来。哦。找不着，找不着。啊！你是有的笑，你闭嘴！我不笑，我太老了，笑你看一下。啊！什么的？啊！什么的？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行。别这脸。有什么感觉吗？你可以问一下他有什么。要嗖嗖的。嗯。这啥玩意儿啊？那还挺有意思，还挺爽的呢。啊！咱俩一起去换换领导。我啥呀？我啥呀？你舒服吗？挺得劲。又走。所有都被一笔带过，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街角临歌整夜？爽吗？不爽，因为我觉得头皮有点麻，我不能提。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体验你的快乐。再来一次，再一次。为什么你觉得是灵魂提取啊？我觉得好麻。啊！头发油，不要拍了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呗。